默然究竟是怎么做的一手好 S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十三，楚万明，真是耍的！现在竟然和你算账！大胆刁民处事，你欺君罔上，目无尊王，你这个。 你这个薄情寡情的小贱驴蹄子，你可知罪？你不说话，本座就当你是认罪了。按律当判你，把你嘴刑。刘公，陛下，老奴在。你可行刑？遵命。 你在做什么？本座老奴不是什么？弟子在给师尊打蚊子呢。胡闹！是是是，师尊这边的事，藏书阁已经整理好了，弟子这就回来啊，不打扰师尊休息了。弟子告退。